排毒，应该要排毒先，先用这个，也是用这个普通的胶，拿这个胶，我们叫做台白的胶哦，就是我刚才那个，嗯 ，spark 不是 ，sparky 呢你有了 ，sparky 呢就 on 了 ，on 水，一、三、四，我刚才这个是不是跟我那个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那个是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是通淋巴的。因为我们是做脸嘛，脸那边都有很多，这个是蜡，那个脸变成 V 型那种啊，嗯，就用那个来蜡。喂，你贵不贵啊你？不贵，我好中意，好中意做呢啲，服侍人的，服侍人啊，上帝叫我们服侍人。一二三四，干巴的啊！当然要么是白沙我，当然有白沙的我。如果你要的话呢，你就用个棉签，用个棉签的白沙印。好像很多啊，好像很多啊，嗯，白鸟哦，就用这个棉签放在这里。嗯嗯。上一次你们家是用毛巾暖、啊。嗯，在这里呢，九一二三四，嗯，洗了以后呢？你如果帮人家做，你的手要抓住他哦。哦，就听懂吗？闭，那就开始了哦。嗯，这样子拉，嗯，拉。那我拉上来的时候不是有一点用力吗？嗯嗯嗯。这个如果在家里，你可以做多一点这里啊。嗯。这里很多淋巴。嗯嗯嗯。刚才刚过的淋巴就是这里嘛，做做给的嘛。哎呀。淋巴结呢？如果我不抓住你呢？你看，行哈行哈。哦。那个叫做接触不好。你看，如果我接住，我的这个手又有点湿，啊，它马上接住了，对吗？所以呢，这个是 spa 机了，我们通读现在为 spa 呢。这，你听到吗？这里咯咯声啊。嗯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淋巴结。嗯。你要经常用哦。嗯。你经常用呢，好像我这样已经没有了淋巴结，等等等，嗯，就是心里这个，你再给它割割过这里，那，你懂吗？割割割割，那，有一两粒啊，这是什么？胆固醇粒，胆固醇粒呢，你都要给它去走啊，嗯，啊，带那带说不好意思哦，嗯，那这里呢，舒服吗？啥给的？嗯嗯，啥给的哦？因为这里是淋巴，哎呀哎呀。